找一次，第一拍没有，第二拍有。每年会有一点不一样的想法，都会比较想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。你之前也去街头表演过吗？就像那种很 raw 的，就是一个麦，一个小喇叭。最主要是他们的灵魂，他们的灵魂就是很自然。It's more about music， 本来就是一个好玩的嘛。哇，那我们新的一年了，我觉得我们要一个全新的方式，对，来展现自己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要走了。All right， 要不要 ？Found it。耶。别人根本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我们两个人的身上，因为他们专心在打球嘛。我觉得我们演的还蛮好的，只不过是没有选对观众的地方。我觉得我们错误错在人太少。新一年，你想如何依自己 ？Levi's 帮你实现。